手表直接拿可以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手表其实你很喜欢，对。这是最后一套，就刚刚我们看的最后一套 ，The Bear， 是 The Bear 系列，而且这个表款其实非常的棒，是因为它整个的设计，你看它这个表的表面哈、是非常有那种立体感，让整个的那个框架变得非常非常的立体，对，是，而且很有质感，那个皮啊，那个整个的搭配，那些颜色设计做得好，就包括车缝都非常的用心哈。好，这个表架的价钱大概接近5000块，哇，接近快5000块。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到那个价钱 ，OK？ 哦，各位尽全力就好哈。是是，这样好，我们猛一点，一元起标，好不好？一元起标，一元起标，如果出两元那就过分了。两元我就出10块就把它标掉了。来，好，一元起标，一元起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加的？有没有加的？1500，直接1500。好，谢谢小姐贵姓？啊，李小姐，毛小姐。2000，2000，2000，2000，2000，2500，帅哥出现了，2500，哎呀，你看他们对 Police 应该非常熟悉，应该有概念哈。来，那边有一个3000，3000，谢谢3000，而且可不可以拜托你用银色部分在后表带可以帮你们签名，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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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我签名？我签名7月份可以辟邪哦，好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们选择或者是那个鞋的那个不是鞋啦，表盒帮你们签名好不好？因为代言人签名更有价值，更有价值哈，和形象又这么好哈。来，3000一声。3000，两声赚到哦，赚到哦，真的赚到哦，3000，那就直接给那个美女机会了，3500，非常棒，3500还是有赚到，有赚到哈、来，我感觉那个女生好像要买给那个男士的，真的、对，人家是要买给那个男士的。你生日啊？哦，生日，生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啊，生日礼物拿到了啊。还有没有？快乐哥，3500喽。3500，美女，帅哥，我觉得你们再加一点就是你们的了，而且你可以多爱心，而且这个机会希望你能够展现出来。是啊、我想今天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回忆，而且让两个人可以爱情从此更是坚定情深。祝福你们永浴爱河，加增一点点就可以了。3500一次哦。3500，两声，还在讨论当中哈、因为他们是在筹募他们结婚基金的样子。3500再加一点，1块钱 OK 就是你的了，好不好？3500，4000，是4000不是400哦，还是要再加40块。4000，4000，4000，4000一声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4000，4000，碎，赞，4000一声，4000两声，其实我也很想飙，因为我好喜欢哦。飙哈，你说的哦。他男朋友要下台哦，真的。有什么问题嘞？可是4000啊，因为我要买，我其实我也可以捐给新路也没问题的哈、来，4000两声。讨论很久，还拿计算机出来算的那一对，那对情侣档还 OK 吗？好，有没有要竞争的？不然我们就给这位美女机会喽。4000块钱，非常好 ，OK， 成交吗？成交，成交啦！谢谢，来美女，美女请。接下来这回一定要给她一个最大机会哈。